你的左脚好像怪怪的，怎么了？拐到了呗，好痛。真的哦，一个拐脚一个痛。快要下山了。哎呀，谁呀、啊？那么不懂怜香惜玉，真的是。鬼东西已经跑了，他跑，被那鬼东西抛弃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他本应该背着我们下山的，背的、哦。开玩笑的嘛，我们可是女汉子哦。你们一个59公斤，一个60公斤，他怎么背得动呢？吹，我才5公斤。听到没有？大陆用语吹，哎，不对，这是广东用语吧？吹。牛屎旁吃了很香的肉，你说说味道怎么样？老鹰，可能是老鹰。坐在车上是老人团，谢谢你。还有吗？